以前在那个就走那个老新城当搬运，拉夹脚车扛包，就是那货品的来的船，好就扛在车子上。那老新城一搬了，好搬个货的时候，万一是哪个，他都天空的给房子一下抓到了，我就过这些找那个，我就在最后只在那一头的打的一个棚棚，这底下就没有人住了，就只能种点菜卖。那个半点墙开始不顺了，都完。我觉得我们买家生活还是可以，但我们生活里面不好的地方就是住的房子不好，条件不好。好的方面就是我觉得吃的方面还是可以，因为我看到我们同学还有比我吃的胖的。